阿娘，站住！我的话，你一句都不听了是吗？昨日我是如何交代于你的？我今日只是私自翻墙出宫，假扮囚手，在阿诗勒人面前出了番风头，是不是？阿娘，我今日赢了那场比赛，阿爷说，皇祖父他还夸奖了。从未打过仗吗？你自小无法无天，四处惹是生非，只怪我当时没有严加管教，才让你现在越发有恃无恐，竟然去与男子对阵争风头。男子又如何？女子又如何？阿娘生下长歌，为何总觉得长歌不如男子？我有手有脚，有身手，我想去哪儿便去哪儿。你哪儿都不许去！阿娘，你跟我来。跪下。阿娘，跪下。我要你在这里起誓，从现在开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遇到什么，你此生心无恨意。阿娘，我从未恨过谁。我要你发誓。好，我起誓，但是如果有人敢伤害阿娘，我一定恨他。没有人伤害阿娘，就是希望你这一辈子快快乐乐，自由自在的，远离纷争，平安顺遂。只要有阿娘在长歌身边，长歌就最快乐。我要你记住在这里说的话。好，长歌谨记。好了，回去收拾一下，明日我送你去辟幽冥堂读书思过十日，不得再逃。阿娘，此事已定，不得更改。阿娘。